嗯，让你学习。好，接着住吗？我接住了。赶快传哦，不可以用手。来踢，踢给他。你几岁啊？我七岁啊。你七岁哦？哦，那你比较大。四岁。你五岁了。四岁。四岁多叫做五岁。哦。好了，你四岁，那你七岁了。好，够，踢给那个哥哥。所以我才会一起打。呼，呼，够。哇，很强哦。哇哟，怎么踢给我啊？踢给我。够，哇，很强的一球。哇，又过山洞了。我赢了。这一次没有挡住了。好，来。哇，这个球会跳，跳跳跳跳，哇，太强了！啊，你怎么跑到后面去了？哦，咻，接住，哎，我又很强哦，我怎么一次踢两颗啊？好，不是这样了，踢，你怎么在那里生蛋呢、啊？全新的。Go！ 呼！嘿！嘿！哇，很强的一球，又被挡住了。他很会挡球。哇！你要踢给谁呀、啊？阿弥陀佛啊！你怎么踢去那里呀、啊？那里有人吗？我赶快捡回来，会掉到马路上去哦。你要去哪里？要回家了哦。不要这样子啊！你要踢去哪里？你可以踢这里，嘿。攻击，对，哇，嘿，哇，过山。